右脚外展，随即上步长，左步丁步巴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左内右外做蝴蝶双飞，使掌心朝上，目视前方。两掌交叉在胸前交叉，使掌心朝里，然后掌心朝外，向右内左外向下迎弧拨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目视前方，呈拨水求鱼。两鹤头掌稍内收沉腕，然后向前顶出，做千斤仓出，又叫白鹤伸进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上仰，掌指斜朝上，分别外旋里收，使掌心朝里，然后经过内旋沉腕，坐结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掌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两手同时向左扫切，长鹤翅横扫，然后右手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同时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向右扫切，左手经过了里收的缠腕动作，缠腕是两手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微外旋，随即提起上右步，长右步丁步巴马，两手同时内旋，做蝴蝶双飞，使掌心朝上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式步行不变，接着两手里收，使掌心朝里，左外右内，然后形成左外右内向下扬弧拨出，长拨水求鱼，
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微内收，然后向前顶出，做白鹤伸颈，也叫千斤撑出，目视前方。两手里收，分别外旋长，然后经过转结成慢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右手里旋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然后两手同时向右横切，做鹤翅横扫，然后左掌里旋，使掌指朝上，掌心朝前，右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以掌根为力点，向左横切，做左的鹤翅横扫，再接着右手里旋，向前挑出，向前做缠腕的动作，使两手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然后左脚提起全部着地，左手抓窝长爪，右手里收爪窝长拳，向上撞击，长雷从地发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后撤一步，右脚提起向前上步，着地插
成右布丁不拔马，然后右掌外旋爪窝成爪形里收至腹前，右拳外旋从下向上撞击成雷从地发，目视前方。右脚退后撤一步，左脚提起，前脚着地成左步丁步拔马，左手外旋抓窝向下摘，右手外旋成拳从右下方撞出成雷从地发。左脚外展随即提起落地，进一步长右步丁步拔马，两手同时向左向右做青龙出水，然后转腕向左做左青龙出水，向右的青龙出水叫摇满门，向左的青龙出水叫摇空门，要目视前方。长上势步行不变，两手分别外旋里收向前向右花弧做狸猫洗脸的动作，收于腹前，然后向前弹进成白鹤线爪，目视右斜前方。长上势步行不变，左爪形成立掌，右手爪窝成鹤头爪，然后向从右向左先出成鹤翅手，手向右叉击成鹤翅抬腰，要目视前方。如果在这个挑手的动作是成鹤嘴指的动作，向下向左叉击叫做白鹤吻嘴。
呈上式，两手叉握成拳，左手往上往右下滑圆，右手脚臂然后转身180度向后做圈头抓摘，目视右前方。现在我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一个说明，呈上式，步行不变，右手抓握成拳，左手呈鹤头掌，然后身体向后转身180度，右脚由右向左，由右向左跨步，然后左脚里收呈圈头抓摘，重心前移在左脚，然后以右脚后跟为力点向上挑起，呈魁星踢斗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重心前移在左脚，然后以右脚后跟为力点向上挑起，呈魁星踢斗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提起了右脚猛然落地，身体左转135度，两手呈单只手往右后方插击，呈回马一枪，目视后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，呈上式，挑起的右脚猛然着地，身体向右转135度，同时两手呈单只手往右后方插击，呈回马一枪，目视右前后方。身体向后转身135度，两掌两单只手呈鹤翅掌，向左做左的中盘摇的青龙出水，然后向右做中盘摇的青龙出水，要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身体向左转135度，呈正面，两手成掌向左做中盘摇的青龙出水动作，然后再向右做青龙出水的动作，要目视前方。
左脚外展，右脚提起上一步，长步丁步巴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使掌心朝里，左掌在内，右掌在外，向左右两边分出，做蝴蝶双飞，目视右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左脚外展，随即提起右脚上步，长右步丁步巴马，两掌里收，使掌心朝内，左内右外向前向上划弧，使两掌心朝上，长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臂交叉，两掌心朝内，右内左外，右内左外，然后向下拨出，左手在里，右手在外，向下向左拨开，呈拨水求鱼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交叉于胸前，呈右内左外，然后向下划弧，向外拨出，长左外右内，后右外左内，向下拨出，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两手理旋，以两掌背为力点，向前打出，两掌心朝下，两个手向筋中撞，以两掌背为力点，向前打出，呈筋中照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以两掌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用力点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手型像金钟一样，这叫金钟照地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以两拳背向里划弧，左内右外，交叉于胸前，使掌心朝里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
两手成掌，右外左内，以两前臂为力点，向中向前夹击，使两掌心朝里，目视前方，呈白鹤展翅。